这个球打成了左边方向的飞球，左外野手过来，王柏荣就定位接杀。我要闯啊 ，safe， 球先到，但是要看 tag 的位置哦。吴念庭这边来做 tag， 不过这边看到二垒神很快的在找位置啦，那最终是双手摊开哦，判定 safe，球是先到的。Timing 就是那个接到球应该是球先到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碰到他的人，这可能就要从电视上慢动作去看。不过这个普明宇已经第二次这样跑了。没 take 到，对，是他的右手先碰到礼包哦，左手还在那边，这个角度再看一次，第一时间这个地方 take 碰到的是礼包，等到再补的时候，哎，可是那个地方不知道什么离开哦，正好在二垒神的外侧。